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Y 白鲸。这期给大家分享几只宠物，有的是大家经常问起的，有的则是非常好看也好抓的，性价比极高的宠物。以后会不时为大家带来比较关心的，但不知道该放进哪一个系列视频里的宠物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来看第一只宠物，狂野菱角羊，头部不断冒着紫黑色蒸汽，这个冒气的频率和力度搭配全身紫黑色，说它酷炫拉风都不为过。它是坚韧宠物，三系可抓，特殊技能是自然的优雅，可以移除自身的一个疾病魔法和中毒效果。捕捉地点在艾泽拉斯破碎群岛、阿古斯、马卡雷，不止一个坐标，我在坐标3360的位置遇到的。阿古斯不知道怎么去的朋友们可以看这里，之前有分享过。可以看到紫黑色的菱角羊就在这金色的平原上，一眼就可以看到它滚滚的蒸汽，还好这种特效被抓后没有消失，不像很多其他的特效会消失的宠物那样。第二只宠物瑞龙，蓝色的降龙，我感觉这个蓝色的配色非常高级，头上的几乎气化的须，发亮的鳞，类似符文的图案和浑身发光的感觉，的确很帅，是我除了阿克图瑞斯之外带的最多的宠物。它是狡诈宠物，三系猎人都可抓，特殊技能是蛇之迅捷，增加躲闪率，捕捉地点在艾泽拉斯潘达利亚锦绣谷郭莱古厅的降龙大厅，坐标大概2212，咱们需要等到锦绣谷发生魔古人突袭的时候才会刷新，平时这里会刷新的是蜜烙，一只红色带闪电的降龙。锦绣谷魔古人突袭事件的机制我之前有分享过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这里。在魔古人突袭的时候，刷新时间大概是30到60分钟。第三只宠物魔网徘徊者，浅蓝色的灵魂豹，身上有很明显的纹路，眼睛冒着黄光。它虽然不是唯一一只，但是是灵魂兽，属于坚韧宠物，只有兽王可抓。特殊技能有三个，一个是灵魂治愈，可以治疗友方目标，第二个是灵魂波动，移除自身的一个疾病魔法和中毒效果，第三个是灵魂行走，进入潜行状态，速度降低 50%， 破影一击有 20% 的额外伤害。捕捉地点在艾泽拉斯破碎群岛苏拉玛，位置不止一个，可以在坐标3625左右处，面前会看到一处大瀑布，面对瀑布左侧有一个洞穴入口，入口旁有一只名为魔网徘徊者的怪，可以直接驯服。咱们野兽知识一看发现，哎，居然是灵魂兽，如果这里没有刷出来，那么不慌，咱们进入这个洞穴就可以了，里面有蛮多魔网徘徊者，都可以收服。附近的一些越狱追猎者虽然外形很像，但是并不是灵魂兽。第四只宠物魔刃豹，浅紫色的灵魂豹，和魔网徘徊者同魔不同色，它也是灵魂兽，属于坚韧宠物，只有兽王可抓。特殊技能同样有三个，一个是灵魂治愈，可以治疗友方目标，第二个是灵魂波动，移除自身的一个疾病魔法和中毒效果，第三个是灵魂行走，进入潜行状态，速度降低 50%， 破影一击有 20% 的额外伤害。捕捉地点在艾泽拉斯破碎群岛苏拉玛，位置同样不止一处，我在坐标3521附近遇到的，可以看到魔刃豹，野兽知识一测，哎，也是灵魂兽，不错，虽然数量蛮多，但是论外观和灵魂兽本身，可以说性价比蛮高了。除了这两种魔刃豹，还有米奥尼克斯，魔刃豹主母，那只之前分享过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这里。这些魔刃豹都是灵魂兽中性价比极高的一派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帮助到你，希望可以点赞和关注白鲸，来一波一键三连就更好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